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队长。今天咱们来挑战联盟行动第四关。本来早就想打了，但最近都在搬家，搬去小萌家的大别墅了。表哥这是要当赘婿了呀？去去去，你好意思说我？你不也跟过来了？我是不是怕小萌姐吃亏嘛？某些人不怀好意，肯定没安好心。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个。表哥上辈子肯定是欠你的，咱们还是安心打 boss 吧。你有什么好打的？管啥血亲的，还不是给考皇家到了？我这个输出不低了，好吧？怎么说一喷也有100多？我去，这伤害这么夸张，喷我一下掉了2600护盾。让你打得那么欢乐，我什么技能都不记得。哎呀，又给喷一下，咱们得躲到 boss 后面才行。第一次打吃了没经验的亏。其实鬼新娘也不是特别难打，除了野蛮冲撞和喜欢喷口水，也就那样，不足为惧。要小心一点，通关还是没问题的。后面还有其他的技能呢，就不是只有这两个，只要配合不好，分分钟就没了。不就是上圈嘛，谁不会呢？都是老玩家了，这点配合还是有的。全部上圈后还会大幅提升攻击，这个时候就要拼命打输出了。哎呀，哪会到了汤输出了？刚刚不是很自信吗？这啪啪打脸的速度是真的快。换啥，这都不叫事。好险好险，扛住压力了。 boss 最后一个技能也是需要配合上圈，每个圈一个玫瑰和一个钻石，这比前面那个转圈还要简单。我去，这 boss 放屁威力好大，直接就把我给震飞了。 nice， 终于打完了。没想到打了半天我才只有7输出，还以为我至少有2位数呢。最后一个不打了，来打鳄鱼吧，最后的蜘蛛实在打不过。啊，跟鳄鱼都能倒地，这也是没什么。混子出枪口，你懂啥？切，还不是重型配件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白日做梦。我去，握柄，不是吧，还有个雷霆一击。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当托？看来我得给你断绝关系了。不错不错，这奖励看着就是舒服。哎呀，我没去打120级联盟，要不然这么好的奖励就飞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